今天的球赛，记得要来哦。球赛。你今天的时间已经用完了，接下来换我的时间吧。我要去看球赛，走，陪我去看球赛。怂啊，怂啊！啊，走，走喽，看球赛喽！比赛就要开始了，邱家武，等会儿一定要打起精神，加油！哎。他来了，可山，哎，来了，你们来了，加我，加油，好。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球场大吼大叫，还有用呢，吼完之后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加油武林球赛，加油武林球赛，加油武林球赛，武林球赛，加油加油武林球赛，加油加油，超帅的，那个角度很难进球的。怎么样？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球星。嗯，你见过几个球星啊？我可是蝉联三届的神射手。OK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家武每个角度的投篮，每天都至少投1000颗以上，他才肯休息的。真的，跟学长一样哎。他教我练习基本功，让我每天要练习2000条直线。看不出你也这么拼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坐你坐，没事吧？我来我来。看不出来你的伤也蛮多的。肯定是刚刚上篮的时候拉伤了。严不严重啊？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？没事，冰敷一下就好了。我邱家武可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。可是你明天还有一场比赛。如果想一个晚上好，把淤血推开，气血才会通。一个晚上能好？骗人的吧？会非常非常痛，怕你撑不住。我可是蝉联三届的 MVP 邱家武，好吗？我怕疼，把裤腿拉起来，拉起来。忍耐一下，受伤的部位不能推，所以要推伤口旁边。让气血活路，记得晚上要贴药膏，明天早上就好了。放松放松。OK。好像真的没有刚才疼了。有2下子啊，学长你好厉害啊，还会这招。哎，筋骨受伤不能吃冰的。学长你吃吧，超好吃。不用，你们吃。